来为大家实测一下我们的三角钻，看看上面这个三角钻。这个来比较一下，这个三角钻的头，那两个头差不多，这较尖啦，这也较平啦，这工坑都无工啦，这不烘干啦，迄一坑落一波久啦，这较好工啦。那我们打给大家看，说完，绕开。那你要用这种三角钻要打水泥哈，你的那个。你的钻头一定要有那种撞墙的能力哦。下，不连起。哦呀。它这个松，好像震动了。那个叫强力土拨鼠，就是看这就对了。看看多长，这块叫做三角钻，知无？啊，刚刚这一只吼，台湾买的，我头前有六过，像个笨手。影片展示到这里，大家都知道胜负如何了，谢谢大家。